来了，这是我们的主打款，卖到下下叫。这件真的是会让你皮肤亮到一个不行。这件呢，我们附的是这种三角形的杯膜在里面，所以它穿起来也会有放大的效果，它包覆性又很好。这套呢，就是我们之前运动衣第一季不是有一件黑色白色的斜肩那件运动内衣吗？就是卖到大爆款的那一件。它这个珠光的这种有点像咖啡砖红色，这个颜色穿上去会让女生的皮肤就是很显透，里面。一样是有装这个胸垫，所以你穿上去呢，就会让你就是也是视觉效果会放大以外，它是比较合身的。然后我们的裤子呢，这次我们做的比较高腰一点，斜肩真的是现在非常流行的这个款式，这件我自己个人超级喜欢。就它胸前有这个交叉线以外，它的侧边就这样子交叉到底，就是一个大交叉哦。这件真的超级性感，这个而且红色又是比较大胆热情。出去海边就是会吸引所有人的目光。这件呢，我们附的是这种三角形的杯膜在里面，所以它穿起来也会有放大的效果，它包覆性又很好。配上我们这个绿色罩衫，我们这个罩衫出了可是大获好评，超美，而且它的有点带点有点珠光，它是有这种珠光，它不是那种素面的，所以它这个实皮非常非常有质感，桃红色在里面还透出来，很好看呢。然后它又可以就是修饰你的手臂啊。好看的桃红色哦，就是它不会过度的暴露，可是它胸前又是有设计感，就是有点复古的感觉嘛，因为它这边包覆比较多，然后它这个腰身的收比较高，这件穿起来其实是蛮显瘦的，他们会觉得这件穿上去是非常有安全感，然后又比较容易吸引大家目光的。来了，这是我们的主打款，卖到下下叫。那这件呢，太好看了，外面真的应该很少看到，就是我们在胸部上做拉链。而且我们这个拉链质感很好，大拉链颈链的这种设计效果，这件黑色其实特别显瘦。哎，这件黑色真的必买，很好看，绿色的很好看。因为这种罩衫就是不败款，因为去海边就是一定会搭到这种罩衫。这件最亮的撞色款，这件真的是会让你皮肤亮到一个不行。你这件皮肤黑、皮肤白的人啊，都可以穿这种糖果色，配一下这件白色罩衫。很好看耶，这件黄色的啊，它很适合就是当这种一般小可爱来穿。一直大家去我的 IG 一定会看到这一件，它穿起来就是这样，绑脖子的时候中间一条线，很适合大家去拍照，你一定会拍出一组惊天动地的性感照。再来就是这件白色的眼妆是最时尚的，我觉得女生真的也是要尝试看看穿白色，黑色真的很好看，你一定可以拍出一组非常厉害的照片，因为这个设计感实在是太好看了，而且它这个设计会让你这边的腰看起来更瘦。我们这件白色呢，它就是织呢，然后它旁边呢是半透明的，我觉得非常的性感啊。然后它的小裤子呢，就是一般的是有点丁字，然后这边有做几条线这样。这件的裤子比较小件，它推荐给大胆露屁股的女孩。大家今天最喜欢哪一件泳装呢？